大家好，我是周小鱼，欢迎收看有求必应有问必答的三国杀脱口秀节目。三国有姿势，装什么黄飞鸿啊，节约时间，快点快点，下一个环节。不好意思，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提问吐槽和互动。每期呢，我们将选出3名幸运观众，送出王者之战三国杀的相关周边哦。到时间了，我们先来一起看一看三国杀圈内发生了一些什么有趣的事情吧。三国杀王者之战城市赛火热进行中，北京、西安、长沙、南京、武汉、广州6大城市火热开战，有2起公众微信号开启，同时2起黑店正在营业，扫描2维码就能通关进入，快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剁手吧。随着第6届天梯排位赛的开启，全新的名人堂系统也即将上线。从第6届排位赛开始，在每届排位赛中成绩优异者即可入驻名人堂，排位一起嗨起来。下面请看你问我答环节。本节目的第一个问题来自高傲的大哥提问。哎，赵宇，我总听身边的小弟说什么有两起，这3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问得好，有两起其实是一个外来词，有两起意思是让你多开包，多买皮肤，坚持信仰，世界和平。下一个问题来自陆逊联营天下第一提问。哎，小鱼小鱼，每次我跟刘峰决斗的时候，那个逆怎么出不了杀呀？是 bug 吧？哎，兄弟，以后再出这种问题，先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 ，OK？ 刘峰技能中关于逆的描述是：每当其他角色需要对你使用一张杀的时候，使用是有目标的。而南蛮和决斗这种呢，叫做打出杀。小号，比如说我打出了一记重拳吧。自在极意孙悟空提问：哇，请问周小鱼，王毅的角色异彩跟属相的青舞花族这两个传说皮肤我都好喜欢，推荐优先买哪个啊？那当然是豆买啊，打不了，剁自己净土嘛。来自北方的狼提问。哦，断肠了之后技能会马上消失吗？我上次看到一个阎良温丑杀死了毒菜，断肠之后还能疯狂的决斗。状态技能呢是不会随着断肠而消失的，比如说新 SP 貂蝉离婚了某男性角色之后杀死了蔡文姬，如果这个男性角色没有死的话，那么你仍然要触发离婚的后续项目，要还牌位。问题五来自回音哥提问。小鱼，你三国杀生涯中最极致的一刻是什么时候啊？大概是我左慈反贼华山元绍要收全场的时候，反贼队友不相信我，怕我是内嘛，跟着我就做了一件非常有说服力的事情，他们就都乖乖的把人头送我了，然后就顺利把主攻一波了嘛。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，我带四位队出来吧，四位队郭嘉如果出逃了，我出逃救他，你们就不会觉得我在骗他。来，我室内，我们必须得耍皮了啊！你看张德华，不管是什么，张德华刚开始在说什么？哎呀，不要被骗了才好呢！我一说，哎，张德华，哎，不管是什么，让你赢吧！哎，我都服了这人了，哎，我都服了。
那么本期的三国有姿势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。每期节目会选出三名幸运观众，送出王者之战的实体奖励哦。第一位诞生在三国杀官方微信平台的留言里，小编会自动抽取一位，送出三国杀折扇一把。第二位诞生在微博，请大家关注新浪微博周小鱼同学，留言并转发本期的视频，我会随机抽取一位观众，送你一个移动电源。第三位则在 B 站上产生，我选择一个最佳留言，送出三国杀精品牌店一个。如果想要看到我的更多视频，可以关注我的优酷频道，优酷搜周小鱼就可以了。谢谢大家。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团队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，大聪，我们放下先过来拍一下花絮，来，就是他，张志聪老师，是我们团队的执行导演兼主摄影师，哇，一路以来帮我很多很多忙，真的非常非常的够兄弟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你包括我英雄啊，对。啊，哎，我肚子好疼啊，哎呀，来，啊，我的肚子真的好疼。